哎呀，今天冷死了。然后今天张笑同学还是有自己的见解想要分享给大家，我还不知道是说什么，大概是跟气垫有关的。我呢最近迷 A 加 G 字头，已经跟气垫没什么关系了。他还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气垫的看法啊。对，上一次网课结束之后，我看到 B 站上面我们的小伙伴们大家也都有发很多弹幕，互动的也非常好，那么我就准备了我的第二期网课。那么这一期的题目就叫气垫找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会从三点开始讲，第一点就是我们会从 air sole 开始，很有圆形的这种感觉，我们会从它入手，然后进行一种动力学的一种找型，然后来对它进行一种力学的一种模拟，来给它做充气。也会有最近经常有人会提出来的说龙骨数据，那么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测，我这边也会给出我的解释。我还会对比 Max 气垫、 Zoom 气垫跟 Soul 气垫各种更加合适的一种使用方式，然后这里也会用到一点点的公式，因为上一次我们可能讲公式讲的稍微多了一点，那么我们这次多一点模拟，多一点仿真，少一点公式，但是我们还会涉及到一点。那么我们就开始吧。那这一次的题目叫气垫找型，那么我们就从这两个词语开始。首先气垫大家很熟悉，有 Air Soul 气垫，有 Max 气垫，有 Zoom Air 气垫，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垫。找型到底是什么概念呢？首先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任何一种形态都是型，而自然界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几何，我们也称之为型。在此我们就以这个 Crazy One 为例子，那么它就是以奥迪的一款跑车为例，以它的几何线条为灵感，它跟球鞋相结合形成了这样的一款非常经典的篮球鞋。李宁的御帅四也是通过跟奥迪 R8 跑车的一种结合，还有就是比如说像 AJ22， 那么它就是以F22 为原型，然后把它凌厉的线条作为它的一种灵感，然后运用在球鞋上面，形成了这样的型。又有一种方法，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界中的一种型，然后把它的算法逻辑总结出来，形成了一套一个家族一个体系的各式各样的一种型。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哈登一，那么它就是通过左图向日葵的这种斐波那切数列往外不断旋转的这种葵花籽的这种造型，设计师把它提取出了它这样一种数列所形成发散出来的这种点，每个点又进行了一次平面的一个 Voronoi 算法，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鞋底的一种几何。那么再比如说匹克的鞋子，设计师是通过自然界中已经有的气泡膜堆积出来的这种空间的这种结构线，把它抽象为了这种空间 Voronoi 空间泰森多边形的算法，然后把它运用在了 3D 打印的跑鞋上面，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肌理。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把自然界中的某种形式的算法提炼出来，那么我们这里再说一种，就是把自然界的一种力学算法提炼出来。那么在欧洲人们建教堂的时候，在1506年的时候，人们为了要建圣彼得教堂，当时他们为了要建一个穹顶，他们也不知道一个穹顶的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穹顶建起来之后它会不会沉不住力，它自己塌掉。那么为了要找出这样一种精准的几何，他们就用了悬链线模型，他们把一个个小球系在一根一根线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出这种线在空间中的这样一种形状。因为这个线它在受小球重力悬吊的时候，这个线的中间的每一段它都是成拉力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模型倒扣过来的时候，这个小球的力还是竖直向下，那么它就相当于模拟了一种重力竖直向下，那么这时候穹顶当中的每一块砖它受到的力就变成了纯压力。那么当我们用石头来砌的时候，我们知道石头是非常抗压的一种材料，那么它在这种建造逻辑之下，它就会形成非常合理的一种穹窿。在1968年的时候，人们也通过三维的一种倒旋法来做出了尺度非常夸张而且非常薄的这种超薄壳体的这种加油站的这种覆盖物，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就称之为倒旋法。那么在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时候， Free Auto 它就通过了拉力和重力相互协调的这种组合的找型方式，来找出了这个体育场的一个顶层的一个结构，就实现了快速的一种轻质大跨的一种建造方式，它非常的节约成本，也让材料的每一个部分的力都达到了它的一种极致。在1975年的时候，气体的一种找型方式被运用在了建筑当中。在1975年，这里我们要注意气垫是1979年的时候 NASA 给耐克的，那在1975年的时候，庞蒂亚克体育馆就用了气膜找型的方式来建立它的一个穹顶，然后再布向一种双向的拉锁约束，来使这个型变得受控制。那么当这个体育场后来因为债务危机荒废了的时候，这个穹顶也是非常容易拆除的。
在1979年的时候 ，NASA 就做出了同样的一种充气螺之下的一种罩型，只是他们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交给耐克之后，耐克把它运用到了鞋底上面，就呈现出了后来我们有的 Air Sole， 包括1987年有的 Air Max 1， 包括再后来有的一种改进后的 Zoom Air。 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日本东京的 Tokyo Dome 也用了相同于庞蒂亚克体育馆的方式来做出了一个棒球馆的一个穹隆。在此之后也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通过气膜找型的这种构筑物，比如说像2015年的 Arknova 它也做了这种气囊式的这种剧场。那么这种它主要的好处就是它非常利于运输，就可能我们要办一个草地音乐会，我要是用砖砌或者用钢铁来搭，这就很浪费时间，然后材料也不太利于运输。但如果说我用这种气膜的话，我就可以通过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我就可以运到世界的各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只要有吊机把它吊起来，然后充气，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音乐剧场。那么 AirSoul 它就非常简单，它是用热压的冲膜，然后给它压一下，然后就把这个两片塑料把它压起来，然后在其中空隙之处给它充了气。这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在198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几何，这是超越我们建模的一种找型方式，这种找型我们叫它叫 form finding。 那在这里我们就先看一下 AirSoul 是怎么样来找型的。在此我们启动这个找型软件的这个 True 的这个 toggle，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力就被施加在了这样一个基础网格上面，这样一个气垫它就慢慢的充盈起来，然后并且在上面形成了相互挤压才会出现的这种六边形的这种结构线。那么在气垫找型找出来的这样一个型呢，我们就称之为是阵型，它是通过一种吹气的这种力学，一种膨胀力的这种方式来找出来的型。那么像气垫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型，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耐克它就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气囊就直接放在了这个鞋子的这个中底，然后进行热压找出来的。就是说这样一个能够完美贴合气垫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几何，并不是由建模或者由 CNC 洗刀洗出来的一个模型去热压出来的，而是它是直接通过平面充气找型的一个气垫直接把它在这个建造环节把它造出来的。它就可以省去非常多的模具，让这样一种完成效果是超越当时建模水平的一种效果。那么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前不久出的 Freak One 的鞋子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两层 Zoom 也是通过直接热压的方式，直接灌膜的方式灌在了这个中底里面，它也是一种非常节约成本的一种找型方式，同时它也有比较好的一种效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一种建造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找出来的这个型它往往会不那么准，它有 80% 是被设计师控制的，因为设计师控制了它的一种成型逻辑，但是设计师并没有 100% 的去控制它的最终几何。那么为了要控制一个物体的最终几何，我们也就有了数位建模的方式，包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像 AutoCAD， 像 Katia 当时是为达索飞行器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去为他们去能够做出这种曲面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建模软件。那么包括后来的 Pro E， 那么他们都是属于一类。那再之后比如说像 Blender， 像玛雅，他们就是一种网格建模的方式。那么这跟再后来出现的 Rhino 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建模方式。像 Rhino 它就是可以用贝塞尔曲线，用公式来控制一个曲面，就是当你这个曲面即使它被无限放大，它也不会出现像这种像素化或者像这种很奇怪的这种一棱一棱的这种角的这种方式。所以说人们在当时就尝试开始用公式来控制曲面，用公式来描述曲面来进行数位建模，但是数位建模长期都是落后于物理找型的。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再后来我们通过 Kangaroo 的一种方式，通过一种力学算法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建模出来的东西能够拟合出物理找型的这种方式。1998年的时候 Nurbs 能做出了这种 BSP Lines 的这种矢量模型。 BSP Lines 就是它的上面曲面上的每一条曲线都是可以由公式来定义。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曲线上的点，它其实是可以分出无限个点，那么每个点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求得，就在这张图的右下角，我在这里通过 deconstruct point 然后来求出了它的X 点 Y 点跟 Z 点的数据。那么在这里我也引入了一段动画，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就在这里，它其实上面的网格点是可以无限的
的来划分的。我在这里只要随机的，甚至我可以有规律的去调这个点，我就可以很快的得到这个点的这样的一个 XYZ 的一个坐标。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要去测这样一个中底的一个龙骨数据的话，可能随机的去取点，或者说平均的去计算它每个点的高度也不一定对，其实是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把它拟合出一个四边曲面，然后来求它每个点的一个数据，这样其实是更加好的一种做法。我们每次说到龙骨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直接把这样的一种龙骨模型就直接用在建筑上面，这是2014年米兰世博会的法国馆。那么当时法国馆他们就是直接用这种横纵相接的这样的木块，也就是龙骨，然后就直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法国馆。其实这个法国馆在室内看是非常的漂亮。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这样一个木结构的一个插接出来的一个东西，它的每一条曲线，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通过这样一个 B-Wrap 来切割出来之后，我们获得这样的一个曲面模型。那么后来我们在 TSP Lines 在2003年的时候出现，我们可以在 Rhino 里面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拓扑曲面。但是 TSP Lines 它也只是来建这样的一个像气垫的这样一个型，但是它不可以做到它是气垫的一个型，因为像跟是它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我这里也稍微讲一下 TSP Lines 它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套一个洞。就你对这样一个体，我只要把它用 bridge 的这个命令，然后把它两个面选中，然后一 bridge，然后方向正确，它就马上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洞。很多比如说像气垫上那么每一个上下这种套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其实并不科学，因为这样做你只能做一个像，你做不了事。 TSP Lines 应该怎么样结合 Kangaroo 来做呢？就是首先你要建立它的一个基础网格，然后把它加厚成两层，然后再把网格加密，然后一冲刺就可以。那么我在这里也稍微画了一点它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首先要输入一个基型，就是你一个基本的一个网格，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并不科学，但是它只能保证它的结构正确。但是在这里就是在找型的过程当中，我始终认为力是一种约束，约束它的网格上面每一个点的相对的一个距离，让它保持一定的弹性，然后同时再给它做一个冲刺的这样的一个模拟，然后最后交给它的一个总体运算器，然后来对它进行找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Zoom Air 气垫的找型吧。我们首先看到像 Zoom Air 气垫，它有一种做法，就是它的这个纤维丝它是一条一条布置的。那么在我们这里纤维丝也进行这样一条一条的布置。那么我们在这里点开我们的这个运算器，它这里就逐渐这个气垫就被充气，高度就逐渐起伏，然后形成了类似于像我们普通 Zoom 气垫上的肌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对它的每一个顶点的高度进行标记，那么它的一个顶点高度的数据就可以实时的体现在我们的软件上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找型找到最后的一个结果。那么 Zoom 气垫它是怎么样鼓包的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组这样的动画。它中间的一些纤维丝断裂，它不再能够对气垫的上下表面提供拉力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鼓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下 Zoom 气垫鼓包的这个动画，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纤维丝它已经失效了。那么当它的气压不断增大，当它冲入它的气体不断变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气垫本身就开始逐渐的开始走形，就有越来越多的周边的纤维丝也会跟着失效，从而整个气垫的一个形态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控的一种变化。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气垫到底是怎么鼓包的。那当一个气垫它在受力的状态下，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段录像，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积，那么它的前掌有很多点受力，我们把这些点先隐藏起来，让这个运算器进行开始运算。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中间的这块区域，前掌的这块区域就开始慢慢的变瘪，那么它就被我们的脚给它踩下去了，那么它的体积也被进一步的压缩。那么这就是气垫它在受力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表现。通过监测这个气垫的一个体积数据，我们就可以来计算出它内部的一个压强数据。这就是我们数字找型的一个好处。就数字找型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从最一开始我们的物理找型，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形象的结果，但是通过数字找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每一个杆件每一个顶点上的力。通过这些力，通过这些几何，我们甚至可以用数字加工的形式把这些形态把它加工出来，甚至可以做到非常精巧非常高度精确的这种建造方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点。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再提一下，就是气垫的优势。就气垫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理想气体方程，理想气体方程的一个公式就是 P 乘以 V 等于 NRT。 那么 NRT 我们就姑且认定它为一个常数，我们姑且认定为这个气垫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变的，那其实它是会变的。气垫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就是把缓震的这样一个材料问题它就变成了一个物理问题。
那么对于设计师来说，其实是把他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化，因为你不可能要求设计师他是一个材料学家。我们在这里就看一下，那么 P 乘以 V 等于一个常数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反比例的函数，那么我们就只取它的第一象限作为参考。我们在这里就以口香糖形状的 Zoom 气垫为例好了，那么它的长度是75毫米，宽度是40毫米，厚度是8毫米，那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容量。就 Zoom 气垫的压强，我是在网上查了，它是21 psi， 那么21 psi 就相当于是144795牛每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压强。那么 P 乘以 V，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C， 就是 P 乘以 V 它的一个常量，它就是 3.475， 这是它的一个固定量，这个值就不会变。那么我们就在算法软件里面把它的这个 C 和这个 V 就输入在这个输入端，让它来描出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的这样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每一个容量下的这样的一个 P， 它的压强是多少，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画出来，那么就很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画出这样一个反比例函数。那么我们还是以口香糖轮廓为例，那么 Zoom 气垫我们知道它一般是 21 psi， 那么它的一个常量就是 3.475， 我们刚刚求了 AirSoul 气垫，它的一般它是 5 psi， 它是非常低气压的一个气垫，但是呢它的这个容量，比如说我等厚度我还是8毫米，但是 AirSoul 气垫它的气体容量就会小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很多这样的冲孔，它并不是一个等截面厚度的气垫。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气垫来说，我们求出来它的 C 就是 0.621。 那么还有就是 AirMax 气垫，我们知道 AirMax 气垫它一般是2倍的 Zoom 气垫的厚度，所以我在这里让它的厚度就变成了16毫米，那么它的容量就是 0.000048 立方米，它的气体压强一般是 25 psi， 这也是通过回形针的视频我们知道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Max 气垫，它的 C 就是 8.274， 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三个 C， 那么这三个 C 我们就在这里用数列的方式分别交给这一个运算器的这个被除数，那么它的除数我们就设定为几个点，然后我们最后通过一个内插点曲线把这些点都连起来，让它变成一条光滑的曲线。在这里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三条曲线，可能 AirSoul 气垫这条曲线看起来并不明显，它非常小，那么就可以看到 AirSoul 气垫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就是它即使气囊的体积被压缩了 90% 的时候，它的压强还是非常小的，但是它是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强，就如果说它要达到这个点的话，那它要被进一步的压缩，但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的前掌落在这个气垫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踩穿了，就是前掌它受力的地方就已经被踩瘪了，然后其他部分的气体就很难被压缩，它并不能提供这样一个压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AirSoul 的缓震极限很低，就是这条曲线它就很矮，那么 Zoom 气垫的缓震极限就会相对要高一点，那么这条就是 AirMax 气垫的曲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要达到相同的一个压强， AirMax 的一个缓震的行程是非常长的，我们要从这个位置一直要往这边走，一直要压缩这么长的一个量，但是我 Zoom Air 的一个气垫我要压缩到相同的一个压强的话，我只需要从 AirMax 一半的这个体积的这个位置压缩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段这个差距就是它们的一个缓震的一个行程差，而我们知道当你落地也好蹬地也好，你的这个缓震行程越长，你把它踩到能够提供往前推动你一个反作用力的一个行程越长，那么你在地面上面延误的时间又 越长，这样的气垫就越不灵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Zoom Air 气垫它作为一个缓震极限也相对高，它比 AirSoul 要高，缓震行程比 AirMax 要短的这样的一个气垫就非常的受欢迎，就经常被使用在前掌。那比如说像 AirMax 气垫，我们就可以经常看到它被使用在一个后跟的位置，由于它的一个缓震行程会比较长，它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它所吸收掉的冲击力也会比较大，一般它都是前 Zoom 然后后 Max 的气垫，包括这双鞋也是一样，我们也是通过数据得出来的，而不是说可能越大的气垫越好，或者前掌的就会比半掌的或者比口香糖的好，其实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还是要看它放在什么位置。那么我认为前 Zoom 后 Max 是很不错的一种气垫搭配方式。如果说你要用 AirSoul 的气垫来做的话，那你就要一定要加上软橡胶底， AirSoul 气垫被踩穿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橡胶底还是可以提供额外的这样一种缓震需求，它必须要是一种相互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像 Penny 2
是非常早的一个后掌就用 Max 气垫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侧边缘的气垫它用 25PSI， 但是它中间的气囊跟它后跟的气囊都用的是 5PSI， 就相当于是 Air Soul。 其实当时的气垫就是 AJ14 的元年版，它的前掌它做了分隔的 Zoom 气垫。其实当时在后掌耐克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分隔式的气垫的处理，比如说像这样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跟骨的下方就是一个压强很低的一个气垫，然后它又有很大的一个厚度，它是可以很好的来保证你的缓震。而它的侧边缘它的压强很大，它不会导致你这种非常容易的侧翻，因为如果说侧边缘的气垫过软的话很容易就会崴到。那耐克其实在当时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出了这种非常合理非常好的这种气垫布局，但是在詹姆斯17上面我就不太清楚了，它好像是把气垫做在了它的外边缘，就你的跟骨落下来的地方，其实它底下并没有气垫，它底下好像是一块橡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个 Air Max 气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觉得它的装饰性可能会有点太强，我认为它还是应该要在跟骨的底下我们尽量要放好气垫。 Air Soul 气垫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 PG4 跟 AJ11 他们都是用了 Air Soul 气垫，但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他们不仅是放置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布局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AJ11 的这个 Air Soul 气垫它的这个孔是非常非常密集的，而它的后跟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孔就变得稀疏很多。PG4 的这个气垫它的这个冲孔就是均布式冲孔，然后每个冲孔都很大，它从一个不均匀的一个冲孔变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均匀的冲孔，到底是不是对，在这里我们也会做一点分析。我们来对 AJ11 的气垫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找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慢慢慢慢发生了形态的变化，那么它就逐渐被充满气体，冲孔稀疏的这个点的话它的厚度就明显要比冲孔密集的地方要厚，你后跟落地，那么这时候一个很厚的气囊就会帮助你，然后你的前掌的气囊呢它做的也没有过厚，因为它可能要保证你的一个贴地性，它的一个反应的一个速度。那么这就是 AJ11 当时非均布式冲孔气囊的一种做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它跟 PG4 的一个找型找出来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它的前掌就比 PG4 要薄很多，对不对，它的后掌又比 PG4 要稍微厚那么一点。那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垫的一种冲孔可能是更加好的一种做法，而不是像 PG4 这样它是用了一个均布式的冲孔。那么而且这里它还有个非常小的一个尴尬，就是 AJ11 它的一个气囊它在脚后跟这里它是比较高的一个凸起，它可能就超过了8毫米，它可能达到了11毫米可能，但是 PG4 的后跟的这里它很不巧在这里正好是一个小坑，那么你的脚其实在这里并没有完全的吃在这个气垫上面，你可能会把周围的这一圈气垫也可以把它压缩下去，但是就是你脚后跟跟骨真的落地的那一块地方它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块气垫，就是这其实非常有问题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有点太随意了。那么 Air Soul 气垫它到底有没有未来呢？那肯定是有的，因为它够纯粹，它够圆形，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变化的因素非常少。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通过一个吸因子的一个算法在这里加入一个干扰点，就是我们来干扰 Air Soul 气垫这个热压点的这个大小，来控制它热压点之间的这个距离，然后来控制它的 Air Soul 气垫的厚度，这其实是可以做的。我们在这里我也用视频的方式来做了一下，通过调整这个控制点，我甚至可以调整它每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我们把它的每一个点放在这里，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力学算法的找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首先是给了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气压，这里我做的稍微夸张了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出，就是它控制点越近的地方它的厚度就越小，控制点越远的地方它的厚度就会越大。那么我们再把它变回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热压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大小来控制它的气垫的厚度。那么其实 Air Soul 气垫它还是有未来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编辑它的这样的一个热压模具，然后来编辑它的一个不同位置的一个厚度跟它不同位置的一个缓震性能，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最后让我们再来回到这页 PPT， 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通过找型的方式来理解自然界中的型或者已有的型它背后的逻辑，不论是它背后形式的逻辑还是它背后力学的逻辑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把这样的逻辑总结出来，然后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形态，这些形态不仅仅是一个几何体，同时它也带有它的自己的一个数据，不论是它的容量也好，还是它每一个点上力的大小也好，我们甚至可以对这些点这些力去进行优化，将这些优化出来的结果再反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型，然后去形成更好的一些形态。那这样就是我们找型设计逻辑的一种优势，它让设计变得非常的理性，同时也变成了一个非常可以迭代的一种结果。那这一期的小网课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啦。
鸡蛋仔还有冰激凌啊，这很不错。对，路上开饿了，就一路上一个半钟头就一直憋在车里面。先吃饱了我们录，我先吃，然后缓缓。